的小伙伴们，你们好呀，我是小驴子。随着上个月越南的几首歌曲连续爆火的热度下呢，网友们都在讨论为什么听不懂歌词的歌曲会这么火。得出的结论呢，是听不懂的歌词带来的意境啊是很奇妙的，反而可能会让歌曲得到升华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听几首爆火华语歌曲的日文版吧。要说是什么让十二岁的小驴子就相信了爱情，那就是汪苏泷的《有点甜》。这首歌是真的唱出了恋爱的甜蜜呢。而时隔多年之后呢，日本歌手花泽香菜和汪苏泷的《有点甜》又让小驴子相信世界上啊果然是有爱情的。陈奕迅的《孤勇者》除了成为我们的儿歌以外呢，这次要越过那茫茫大海，要去成为日本的儿歌了。因为日本的歌手和各个萌妹啊早就对这首《孤勇者》下手了，这下我们的陈奕迅会不会成为日本小朋友的英雄呢？这首爱晨的错位时空在网络上可谓是红极一时，歌词十分伤感，描绘了一段虐恋情深，日语版治愈声音一出立马沦陷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您还可以观看其他影片，我们下期视频见吧。